一定是金穗做了什么手脚，这蒲云的郎中，我不信，我要想办法找外面的郎中回来。陈薇。 跟华琼一起用的，他都是验了才用，没有什么异常。服药也是每日替华琼试药罢了，可那些药都是难以按照医书上他的补药而已。但金思雨未必不会在药里面下手脚，你要想办法不要再试药了。大月太子已经将半张地图送过来。 假如今日会取回来，此地危险，我们要尽快逃离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相信他。只是金思雨今晚盛宴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还是把这些毒药丸服下吧。 身处险地，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身，能再有来日。但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逃离此地。放心。是你？这是什么地方？ 你想干嘛？这是我家主子的地盘，抓你来，就是想问问你想干嘛？挟持我！好大的胆子，让你们主子出来！你为什么出卖我？若不是我兄弟相救，我早就被金羽卫弄死了。我哪有出卖你？ 你家主子和我家主子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答应我配合杀了楚王，结果呢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是倒打一耙。你家主子为何要杀了楚王？ 虽然炸出了实情，可那宣臣宁死也不肯交代这些事情和魏王有关。敢问辛大夫，可有何良策啊？司奴市场，一个司奴市场的老板，竟敢刺杀皇亲国戚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们还是要设法派人混入司奴市场，查清这老板的真实来路。 只有拿到他与宁戚勾结的真凭实据，才能扳倒宁戚。阿丑不才，愿担当此人。若是心谋所料不差，只你一人，怕难当此人。这样吧，走，二哥，二哥不要啊，二哥，二哥，走走，这样怎么对得起咱爹娘啊，二哥，你不能。来人啊！哎呀，下一个。 总管大哥，我真心的心疼奴家，不如
把奴家给收了吧，奴家一定好好听话，好好的伺候着总管大哥。烂赌鬼是吧？不如这样，咱们赌上一把，你若是赢了，我给你三个元宝，你也不用卖你家妹子；你若是输了，你妹子归我，如何？ 此人行径十分古怪，不像安王的人。表哥，你说这会不会坏了你的计划？这个时候，想方设法要进入浦原的人，不是大越太子的人，就一定是赫连真的人。反正，都是靖思雨的敌人。你去试探一下，看看他所为何来。别推我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快点。 你是带我见女医，房子在哪儿呢？原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三婶呢。真是活络平阳，被犬欺啊！侍卫们悄悄将火药运进了浦原，我就运送之际，看到不止一车，金思雨恐怕另有所望。 听见我说话了吗？看来大越太子到来之日，便是你我一干人的死期了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志威呢？他现在是否安全？你现在速去濮阳外密道出口处联络淳于某，接应你我。密道出口？我怎么知道密道出口在哪儿？你为何冲动闯进濮原？地图原本已经安排顾南一送到你的营帐了。这么久没有志威的消息。 我这个做夫君的，怎么能放心呢？他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密道地图。启禀殿下。 斥候送来线报，太子这一路上竟然星夜兼程，到达濮原的日子，只怕比殿下预计的要早了。太子啊，太子，还真是心急如焚呢。既然太子一心求死，本王也不得不成全他。那万一要是殿下的行动…… 将天圣牵连其中，属下总担心会横生枝节啊！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防。届时，所有人都将尸骨无存，天圣楚王也好，大越太子也罢，都将随着濮原一道烟消云散。 那时，金狮王赫连征，就是本王的替罪羊。天圣大越金狮，全部都在本王的鼓掌之中。应该是这里。
怎样，主子，毒死了，这不会是金思雨知道咱们的目的了吧？主子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金思雨吐了这迷岛。 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他是想置大月太子于死地，他怕这太子通过这密道逃生。但是在这书房里，我看金思雨看过一张地图，查一查。 启禀殿下，他醒了，可是什么？好像糊涂了，殿下快去看看吧。快，快庙宇坟，我去看一看。是。 别过来！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我是……他现在这个样子。 会不会是在蒙骗本王啊？殿下，这个微臣也不清楚。那个蜘蛛伞，毕竟微臣也是刚刚研制出来。变了，我慢慢说与你听。我是这里的王。 你叫王芍药，是本王的妃。你看看眼前这个人，你可否认得？我记得他，他是坏人，他只会让人受苦，快让他走，走，快走！别跑。
他走了，没事了啊。来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即便你死了，我也会把你带出去。你可有办法令我记住你？志威，我也不能保证这是万全的法子，这太危险了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楚涛，地图在此。凌晨，主子，我想到法子了，你尽快去联系贺连征。楚王殿下可在？在。这是我师父让我背下的遗书。我全部都写下来了，可是我不会治病。求楚王殿下想办法救他。有火药，他老就追了。殿下快走，殿下快走。少爷，您冷静。本王是大越的皇子，你看看这屋里又怎么会有火药呢？我知道殿下是皇子。坐下，俯首称臣。所以他们才容不下你的，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本王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对，殿下杀了太子。杀了太子，殿下快走！殿下小心，小心！
你一直要我出恶无尽，斩草除根，我却执意不肯听从。如今他果真要借我的手来杀了殿下。 我记得这曲子，紫薇，我知道你记得。是你，是我。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关谷，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？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情人？是，是我。为什么我看到你会如此痛苦？你究竟对我做过什么？这位，瑶瑶，不要害怕，有本王在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，因为。 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对，我是你的王妃，你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。让楚王殿下见笑了。啊，王妃近日身体有些不好，本王为此也甚是发愁，因此本王想要为王妃补上一场。 画烛之喜，真的吗？学明月以自照兮，除清夜与洞房。楚王殿下怕是想差了吧？应该是心欠宜而不省顾惜，交得意而相亲。
芍药，那时你会是这世间最美的新娘。我二人还望楚王殿下届时能够来参加呀。老王只会令他人受苦，安王，你还需要本王参加吗？所以才让你来沾沾我们的喜气。殿下不要伤心，他只是生病了。本王知道，你按照我绘制的穴位图去为他治病吧。等他病好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可他说的话是没有半分错呀。志文，你可认识我？认识。顾郎中，你怎么比女子还美呢？你此去务必找到火凤帮的账册，查到他们与魏王勾结的真凭实据，定要万分小心。殿下，要不要将他留着？兴许能派上大用场。殿下，刚才的宴席，那个楚王可是没少喝。见过天圣使臣了吗？听他的意思，不像是知道楚王就在濮原，只说要告知殿下，尽管这楚王犯有大罪，那也得由天圣皇帝亲自发落。若殿下知道楚王下落，还请安全送还天圣。殿下，那这个楚王，咱们是还，还是
殿下，殿下深夜来访，本王就是想听你说几句实话。宁毅，你现在感觉如何呀？ 一个平日里心计这么多的人，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无计可施了？啊？无计可施？不，告诉本王，接下来你还有何打算？我要救凤雏薇，我要把她救出去。 你堂堂一个天生的皇子，只身来这浦原涉险，就为了一个凤之威，你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了吗？我要让他安全离开这里，安全毫发无伤。为什么？愧疚，本王愧疚。 不错，你确实应该愧疚，是你鼓动本王攻打金氏，是你让他落在本王的手里，这一切的责任都在你楚王殿下。是本王的错，是本王的错。 楚王殿下，你一个庶出的皇子，能够扳倒太子，说实话，本王之前对你还是有些钦佩的。可是没想到，为一个女子以身涉险，难当大人。何为大人？何为大人？ 治国安邦，一统天下，名垂青史。本王的鸿鹄之志，你懂吗？杀了太子又如何？扳倒太子，本王才能壮志得逞。杀了他，用他的血才能洗净本王的屈辱。 用他的血才能让我的父皇擦亮他的眼睛，让他看清楚谁才是未来大越的治国之才。虚如是醒镜的，他永远在那里。父皇的眼睛是擦不亮的，因为他永远看不见我。你胡说！风雨如晦。 鸡鸣不止，鸡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，鸡见君子，云虎不愁。谁都别想阻止本王。 你是第二个宁毅吗？你终会伤心，你终会失望，你终会如我一般。
脆弱。楚王殿下可是本王的贵客，难道不该喝一喝本王的花烛之喜吗？也罢，既是我天圣女子的余归之礼，本王就喝一喝。紫薇，我们身处险地，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身，方才有来日。但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逃离此地。我信你。跨马鞍。是谁？你又是谁？华琼，你认识本王吗？华琼，芍药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忘了？楚王殿下是要跟本王抢人吗？对，我在跟你抢人。
见过再见，犹如。